我们中国四川成都，随着中国对外的开放，以及我们现在高铁以及自贸区的崛起，成都已经变为前沿。说这个成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热土。今天我们就带着我们成都的项目，把我们四川的产品推荐出来，同时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美国的好产品带到我们四川去，这样加强我们双方的文化交流。雅安的避风下的熊猫，就是说一个和平使者、友谊的象征。这次从美国又回去了，也回到我们开发的一个旅游景区去。说这次他完成了文化使者，我们这次来把我们中国的灯带这儿做了个嘉年华。我们通过这个文化搭台，实际上就在互相交流，也就走向世界。我相信通过这种交流，我们会进一步加深友谊，同时扩大梦意。他们今天请我来是万冠集团，主要是要和我们这个中国酒庄要签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协议，想让他们的白酒推到美国来，可以把美国的葡萄酒推销到中国去，利用他们的渠道。总之就是想有一个是合作共赢嘛，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想看看能不能和他们合作一下。